细的放下面，粗的放上面，放零食，放在这个纸板上，放零食。放菱形的方式，菱形，这一张纸放菱形，细的放下面，对，细的放下面，粗的放上面。对，接下来拿起这个东西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就好了，不要两个都拿，这个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有啊，这个有啊。我现在一下子细的出来，什么放不出来了？哪一边？细的放下面啊。可以不要这样。刚刚那个问题问过，第三次我太明显，再不细的放下面，细的放下面。拿起这个东西，我们把它放在正中央，下来一点点位置，大概上面六，下面四。怎么放？放正方形哦。这样子的手还要再投资。接下来请大家帮我把茶叶放进去。上面六，上面六，对，放进去。我们要等你们，你们每次都会有那种会问。要包才好包，你看要不要？它的位置。上面亮老板，上面亮。老板茶叶搁在这里。哦。茶叶搁在这里，然后它压下去的时候40磅的。啊，你在包的时候包整才好包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我们是要包回去，我以为现在是要去做。不，包好以后等下带回去啊。我以为是要去做那个什么雕花，嘿，雕花是什么的？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包种茶的情况。其实我要跟你拍个照，我们在游泳池的时候，最早我们在找的照片，对不对？放150公克的茶叶，包起来之后盖上电脑，送到大陆之前，台湾只是有生产，台湾在清朝为哪一种比较好？中内地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真的中华人民，真的都差不多，吃了之后都出感觉。对，南亚就好啦。哦，中内地的。还没，还没。哦，嗯，快，以前台湾只是一个生产区，它消费都在厦门、福建那一带的观光客。然后以前用的品种叫做清溪软，叫做红花苗，它是一个品种，茶叶也是很经典。我们那时候，台湾叫这个茶叫做中阿粉，南台湾叫这个茶叫做欧流纳，所以那时候我们这样包起来去卖，他们就说你们这个茶是什么？他就说，这个是温刀包开的中阿粉啊，慢慢的就叫做包胸。所以像我们考试啊，都要喝包种。希望包种，不能喝乌龙茶。乌龙，搞乌龙。搞乌龙，不是说包种茶很大，是因为老是怕搞乌龙，所以搞乌龙。来，我们今天做这个小型的包种茶，今天这包茶就是这样。步骤很简单，先看我这边做，你们大家在一起做。三个步骤，先压三下，轻轻的压三下。盖掉。弄盖掉吗？接下来把左手的抽起来给右手，常常做到这个步骤大家都会说奇怪，怎么做起来跟做的不太一样？因为他抽错东西，他抽成这一只，所以要记得抽的是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抽起来。接下来用左手的拇指跟食指从下往上，从下往上，因为很重要，我再讲一次，从下往上，因为每次这个步骤都有人给乱包，从右往左，从左往右。从下往上会比较好。把左手的拇指跟食指把纸抽起来，用很快的速度把它压上去。这个速度要多快？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用换，不要笑哈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你们为什么抽不起来？要多快？结果是不用快，害我们以为要很快。可是待会儿你们做就知道了。接下来用右手的食指，像我们的图一样画一条线出来，把它包过来。可能会有人问啊，我不折画这条线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只是你包起来就不会这么方方正正这么漂亮。你包起来什么形状都会出现哦。我曾经什么形状都看过了，五角形、六角形、圆形，因为它干脆这样捏起来捏成一包哦。
接下来会多出一个角，我们把它藏起来，往内藏，把它藏起来。接下来，因为今天大家是第一次做，你们把它放这样。如果你们。